Hello， 恭喜曬 Ian， 終於開 solo concert 啦。係，咁你自己聽到呢個消息嘅時候咧，自己緊張定係興奮多啲？興奮比較多嘅。嗯。咁緊張就隨之而來啦，因為嗰個緊張來自於俾啲咩大家睇好咧，即係好多嘢想俾大家睇嘅，咁想喺個鋪排上邊啊、舞台啊、音樂嘅呈現上邊咧，都花多啲心思嘅，即係最好嗰面攞俾大家睇。咁但係雖然而家 Mira 仲開緊我哋嘅 tour， 咁但係其實我前期嘅功夫一路已經陸續做緊咯，亦都開過好多次會啦，同我哋幕後團隊同監製。咁其實已經大致上 confirm 咗我哋一啲細節上嘅嘢啊，包括舞台都設計咗出嚟，所以我好好興奮、好期待，因為我覺得會好睇嘅。嗯，咁點解會用眼淚做主題嘅？因為眼淚呢樣嘢，我覺得好得意嘅，即係大家可能普遍覺得係傷心嘅時候先流眼淚，咁但係其實眼淚有好多種啦。咁啊，雖然有陣時流落嚟嗰個形態都係咁樣，即係總之滴落嚟，咁但係其實佢形態都唔一樣，咁同埋亦都代表住唔同嘅情緒咯。即係有陣時我哋開心又會流眼淚，感動又會流眼淚，傷心都會。咁所以其實我自己亦都將我嘅眼淚擺咗我啲作品入邊。即係雖然大家睇我可能係平時比較平靜啲啦、冷靜啲啦，咁但係其實我即係內裏嘅情緒唔係成日攞出嚟俾大家睇嘅，但係就擺咗喺作品入邊。咁所以我就覺得好貼近今次可以即係演唱會嘅主題。好大滴，這個就留給大家 去看了，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看每一樣東西都不同，即可能我的歌同一隻歌大家不同心情聽，或者經歷不同階段的時候聽，或者不同人看都會接收到不同的訊息咯。那這個也是正正的 Tears 想表達的那樣東西，那大家就要醞釀的，我份人的情感不宜外露嘛，是的，但是最後的成品很滿意，嗰日都因為影演唱會 poster 都影咗成日，係啊，咁啊每一個環節我覺得都不能馬虎嘅。係啊，係好忙噶，但係好值得咯，覺得即係因為自己心目中最貼近自己想像嘅嗰樣嘢，就可以再透過音樂呈現多啲。因為其實今次自己成個演唱會都頗多 input， 有好多諗法想做出嚟。咁所以覺得自己參與多啲係會再好啲嘅，係，亦都同大家 connect 多啲咯。係你自己舉手想做嘅。係啊，自己舉手，所有嘢，所有嘢都係公開爭取，公開爭取。咁嗰個呢個賣個關子先，但係就總之同大家其實好親近嘅，即係係一個大家包圍住我嘅一個感覺咯。我都好喜歡呢一個舞台嘅設計，所以好多謝我哋嘅幕後團隊。聽講你話會跳舞喎，你會跳啲咩舞種啊？咩都跳啦，大家想睇嘅就跳啦，傾囊而出㗎啦，今次識嘅唔識嘅都攞曬出嚟，係希望大家睇得開心。會唔會係有同女 dancer 嘅一啲舞蹈啊？女 dancer 我諗會有嘅，即係點都會，男 dancer 都會有嘅，咁啊。雙人舞喎。雙人舞啊，我本身真係有咁樣諗過嘅，咁啊，但係咧。會唔會咁樣做呢？就仲未完全 confirm， 因為仲有而家其實大致個 rundown 已經有出嚟，但可能仲有那麼一兩隻歌係未完全確實嘅。咁啊，到時再話俾大家睇咯。咁我當然唔會由頭跳到尾啦，我唔會咁樣，我唔係一個跳唱歌手嘛。咁但係當中會有嘅，係啊，即係都係嗰句識嘅唔識嘅都攞曬出嚟俾大家睇。嘉賓暫時就未完全確實，可能會有，咁但係就未知，知再話俾大家聽咁樣。我希望可以啦，但係而家睇嘅個應該就未必會有喎。係啊，而家唔公開爭取，同埋因為自己今年嘅歌其實都做得好，咁但係都。公司比較多歌要出嘅，即係其他隊友啊，或者 Mira 嘅團歌，咁所以都要跟翻嗰個 schedule， 跟翻嗰個檔期咁樣出咯。咁其實我自己都想，當然想 concert 之前出多幾隻新歌咁樣，等自己嘅歌單再豐富啲啦。咁但係都要夾翻公司個 schedule 同埋佢哋嘅安排咯。啲歌三方面咧，有冇啲特別嘅設計啊？性感造型。衫嗰度咧就同造型師溝通緊啦，琴日仲喺度襯緊啲吉他添，即係我特登影曬啲吉他俾佢睇，喺邊套衫襯邊一個樂器啊咁樣，咁啊所以唔係純粹咩都參與下，希望佢哋唔會嫌我太麻煩。肌肉我有嘅，但係肌肉嘅環節就未答到你住，
肌肉我有嘅，本人本身有嘅。咁我不嬲都有做開 gym 噶嘛，咁啊，但係係咪真係要攞出嚟俾大家睇？到時睇下個氣氛，睇下氛圍啦。咁同埋我覺得成日嗰種性感唔一定我要真係 Stanley 嗰種，我又唔夠佢大隻係咪先？咁同埋有陣時可能若隱若現，大家覺得性感啲咧，但係冇啊，好難而家話俾你聽。到時我唔著衫或者乜嘢，咁但係係咯，到時睇下點。啲 fans 就幫你開增長加長啊，係。我梗係期待加長啦，因為希望多啲人睇到，即係成件事係好有心思，希望多啲人可以感受到，咁就要靠大家嘅鼎力支持咯。咁我亦都會積極努力去爭取加長嘅，係啊。目標啊，越多越好咯。四場又太少，係咯，但係。係啦，多啲五場又好似可以再多啲嘅，即係我體能都唔錯嘅，咁啊可以應付多啲嘅。咁但係我諗主要睇下到時應該睇下啲飛賣成點啩。咁但係我當然我會繼續極力爭取咯，係。要唔要新飛債啦？準備局部錢。有嘅，小部分咯。係啊，小部分。過你啲親戚朋友。係。可能大家都覺得我好多嘢預備啊。費事打攪我，多謝佢哋嘅體貼。通常誒喺開組之前咧，會有啲幾多閉其實都冇喎，因為工作嘅 schedule 都如常嘅。咁自己其實都係瞓少啲，同埋平時 day off 就係屬於叫做閉關，係因為都自己當然想多啲預備時間咯。咁但係就有陣時都要因應翻個現實情況，唯有自己安排同埋管理啲時間做得好啲咯。係啊，而家多數時間都係留屋企練習啊、閉關啊、做下嘢。咁同埋自己亦都要 meanwhile 繼續做自己嘅新歌。所以其實一路就做緊好多唔同嘅嘢。但係除咗練，唔捨得啦，暫時未有嗰個感覺。係啊，同埋可能因為。我哋平時都甚少喺嗰度長時間工作，咁但係當然係充滿住我哋嘅回憶嘅。我諗當然真係拆卸嘅嗰一刻都或多或少會有啲感覺，但係我份人對於呢一方面就比較遲鈍少少，可能真係發生嗰一下先會。即係正如而家 show 都未緊張，但係可能嗰一日開 show 嗰一日就會緊張咁樣，係。可能是一個 farewell party 啦，叫做，我覺得，因為正如啱啱所講，都充滿住我哋嘅回憶。除咗我哋，我覺得更加都係我哋同支持者們嘅回憶咯。我哋初初係喺嗰度相識嘅，咁所以而家喺嗰度有一個 farewell party， 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嘅一件事。生日願望係加長，多謝。生日願望係加長，係真係。越多越好啦，公開爭取加長咯，希望大家支持咯。但係講唔到實質幾多少場，因為越多越好，希望可以越咁啊。但係當然都因為配合翻個場地檔期上咯。但係希望喺場地 available 嘅情況之下咧，就越多越好啦咁樣咯。係咁，然後係啦係啦，啱啱正想講，多謝fans club 啦，多謝支持者們，因為好開心可以。即係邀請到大家同我度過我嘅生日，雖然唔係正日，但因為唔好意思，因為每年嘅正日我都係留俾媽咪，因為我覺得屬於我生日嗰日係屬於我媽咪，唔係屬於我嘅，咁係佢好辛苦生我出嚟咁。咁啊，所以八號嘅時候 ，fans club 都會有一個 event 係我嘅生日會咁樣，到時可以同大家見面咁樣咯，係。未準備咗萬大合唱，咁當然都會唱歌俾大家聽嘅。都會的，我覺得都會有啲 tears， 同埋近呢年嚟自己嘅好似嗰個情感外露多咗，即係比起以前有好有唔好啦。但係我覺得有陣時寫歌又係，或者同大家相處有多啲情感都係好事，即係好似真係同大家近咗 connect 多咗，大家又會了解我多咗咁樣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